凭住堕落花一戏勇夺影后的温碧霞，呢日带埋成班幕后团队出海庆祝。电影成绩咁好，艾绵话导演已经筹备紧另一套戏，打算食住个世，原班人马再嚟过啊！其实今日所以特登就系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去开心一下，即系去庆祝啦。咁跟住落嚟，其实导演都有筹备紧另一部电影吓，咁都系原班人马，即系幕后嘅 team 全部都系好難得就係佢哋成班幕後嘅精英，即係譬如美術啊、攝影啊，或者編劇，佢哋全部都係一班好朋友嚟嘅。咁我見到佢哋成班都係一班好有志同道合啦，同埋大家都對電影好有熱誠，即係依個刻係我自己好欣賞，亦都真係好欣賞今次《墮落花》嘅拍攝啊，同埋而我自己嘅角色亦都係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突破。所以真的很开心可以遇到一个这么有挑战性的角色。阿 Win 平时喜不喜欢玩水上活动啊？水上运动就不懂，因为我其实不懂游水。但我就喜欢晒太阳，我喜欢譬如上沙滩玩啊，跟着我会喜欢玩快艇啊，但是做游水我不懂的，其实要穿救生衣咯，玩一玩你就救生，但我喜欢刺激咯，